提到鬼屋，我们在之前的解密中解说了恩菲尔德吵闹鬼事件和佩伦家族闹鬼案，但是这两个事件其中并没有出现伤亡，受害者几乎仅仅只是受到了惊吓。而今天要说的这个事件则远比前者恐怖得多。该事件还于1976年被改编为纪实性恐怖小说《阿米蒂维勒惊魂》，之后1979年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《鬼哭神嚎》更是名声大噪，至今拍摄了不低于5部系列电影。下面就带大家一起揭秘电影背后的故事。在纽约长岛南岸，这里有一个临近的街区，被称为阿米蒂维勒。这里的人们过着殷实的生活，但直到1974年11月13日，这份临近被打破了。当日夜幕降临，由于冬夜的寒冷，人们纷纷进入酒吧喝酒取暖。突然，酒吧大门被一人撞开，此人名叫罗纳德·迪福，是迪福夫妇的大儿子，24岁，平日性格内向，但这时的他却是慌张地大叫着自己杀了家人，并说服平日的酒友一起回到家中。但抵达他家海洋大道112号时，眼前的景象几乎让几位酒友晕厥。家里的墙壁、家具、地板上溅满鲜血，而小罗纳德的家人全部中弹身亡。慌忙中，几人立即报警。当警察勘探现场时，确定这六具尸体均是小罗纳德的亲人，分别是43岁的父亲罗纳德、42岁的母亲路易斯、9岁的弟弟约翰、12岁的弟弟马克、13岁的妹妹艾丽森和18岁妹妹道恩。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俯卧在床上被枪击而亡。六名被害人都没有挣扎的迹象，也无药物麻痹。三个受害者背部中枪，两个在头部和颈部。经警方推断，被害人都是在睡梦中被杀。但令警方疑惑的是，虽在取证中，留在枪上的指纹、血迹和紧闭的门窗等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小罗纳德，但枪械上并无抑制器，巨大的枪声竟未能惊醒其余受害者。当询问邻居时，得到的回答也是没有听见。在审问中，小罗纳德辩解说自己在案发当晚，他听到一个人影命令他杀人，并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，称当自己清醒过来时，全家已经相继被杀害了。后来在法庭上，他依然坚持这一说法，但法官并不相信这个荒唐的辩词，并根据精神科医生鉴定，他并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症状。之后小罗纳德福迪因故意杀人被判终身监禁，关押在纽约格林海文监狱，而在1999年提出的假释请求也被驳回。这场离奇的灭门案阿米蒂维勒街区笼罩了一层阴影。尽管小罗纳德杀人已是铁证如山，但令人疑惑的是，他平日与家人十分和睦，那么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？尽管有着这些疑问，但海洋大道112号的故事却没有停止。惨案之后，海洋大道112号成为了空房，直到1975年12月18日，破产的百货批发商乔治·路茨夫妇谁知道这里发生过一起轰动全美的凶杀案。但正是因为如此，这个三层楼高的别墅住宅售价仅8万美元。为了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最终路茨还是花了8万美元买了下来。路茨的妻子凯西是一位天主教徒，在搬家前请来了长岛教会的牧师为这座房子驱邪祈福。然而当牧师洒上圣水并祷告时，突然在这个只有他一人的屋内听到清晰的男性声音叫他快滚，并双手开裂流血，于是这场驱邪仪式便草草结束。但由于路茨夫妇购买这座房子几乎快花光了他们的积蓄，无处可去的他们只得带着孩子搬进了这座房子里。可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他们经历了太多怪异的事情，例如无处可寻的敲打声、半夜的脚步声、莫名的神秘气味、墙壁上渗出的绿色物质、马桶水倒流和冬季不可能出现的成群苍蝇，和发现在地下室的一个隐藏隔间，但在房子的建筑蓝图中并没有标注出来。随着怪事愈演愈烈，受不了的路茨一家匆匆搬离了海洋大道112号，仅仅在这座房子里居住了28天。路茨夫妇在别墅中的恐怖经历被媒体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。纽约记者劳拉组织了一支超自然研究团队来到这座别墅中考察，调查组在别墅中待了一晚，并在楼梯的平台上拍摄了一系列延时照片，而在其中发现了一张与众不同的图片，在无人的卧室中出现了一个小男孩。而著名的沃伦夫妇也同样慕名而来，但并不如往常一样将此事解决，而是称再也不愿意踏入这座房子一步。
时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之后1976年入职，与作家杰安森合作完成了纪实性恐怖小说阿米蒂维勒惊魂，并被与入职合作失败的律师韦伯怀疑造假，称入职夫妇的鬼屋事件完全是商业阴谋，但他却坚持说自己没有虚构任何情节，并称如果要虚构他可以虚构出更好的故事。但事实上1977年至1997年海洋大道112号换了三任房主，并无恙的都居住了10年以上。对此这个真假参半的事件大伙怎么看？感谢您的观看，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或微信公众号，或加入我们的交流群，提供你们所知道的真实故事。下期《公路妓女谋杀案》女魔头电影背后的故事，这里是灯泡兄弟影游谈，和我们一起探究古怪，了解历史。